大家好，我是河内的乔治·古鲁尼 ，George Clooney of Kawachi。今天我来到第55届高沙菊花展览会。这池塘有的时候飞来东方白鹳，我曾经在这儿遇到过一次，拍过一次金刚。看过了吗？非常珍贵、幸运的拍摄机会。那么高沙菊花展览会，走到了高沙菊花展览会。悬崖蕨，圆圆的半球形状，左边的还没开花，大蕨十二波花堂，一共12个魁子方队，身高整齐，地板自矮的，一段一段，最后一排最高的，一段一段。总结排列，非常用心费心栽培，品种表，红冈金武台新世界，关于转性。白舞台幽静信生呆狼一月山红叶金山大菊大魔座花堂。大魔座什么意思我不知道，有可能这个形状像大魔，大菊复制作花堂。去后边烹宰波个别小瓶，烹宰三伯子，烹宰
模拟盐香，但是还没开花。这个开花拍摄的好看，万圣节钻石、南瓜、黑毛、幽灵、幽怪、蝙蝠。昨天万圣节的，在韩国梨泰院发生事故，好多年轻人压死了，爱到市民花坛，这些酒花应该老百姓私人栽培的作品，所以呢，刚才介绍过的多专业达人的作品，这些老百姓私人栽培的，仍然确实有一点不太整齐。身高不太一样的。行，那么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吧。